人生呢很难说啊，看你呢到底是哪一段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又让我想起人生里啊的吉凶祸福，很多人，绝大多数人都很在意，在意什么？在意谁对我好，有没有？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把人生走这么一大段呢，你再回来看，你过去哪一年哪一月，曾经在意谁对你好，谁对你不好，你回来再现在想一想，对你而言，你整个人生的时间表上再看，真的能够帮助你，还是在当时只是一个你注重的那个主题，而在整个人生或者是临命的这个时间线上还好而已。你回想一下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时你认为对你好还是不好？你觉得就像好就是飞上天了，是吧？不好就天塌下来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有好与不好？因为你当时能力急或不急，有没有想过？你当时能力急，那就没什么好在意人家对你好不好，他对你好或不好没差，因为你有能力，你在意他对你好吗还是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记得以前呢，小时候生病了，那个我爸叫我哥带我去看病，就看了回家，我爸就问我哥说。医生怎么说？就我哥就说：“这要怎么说呢？”就我爸也说：“赶快去睡觉休息。”就他们就可能吃馆子去了，我就在家看门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就是啊，小孩子没有能力啊，是不是？觉得那个医生也没讲什么，干嘛他那么难开口呢？说这要我怎么说呢？什么怎么说？就说没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害得我就坏在那边躺了一整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时候在想，哎，那时候的感觉，好，我这时候再去回想，当时没能力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觉得这明明就没怎么样，你干嘛对我那么坏啊？对不对？搞不好家兄也是觉得说。是不是该休息，多休息？所以他说要怎么说呢？是不是？所以，是不是？你去想，你很在意人家，哎呀，这个人呐、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尤其啊，马上要来了，过年过节有没有？这过农历年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准备好没有？拜年啦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来看着，是不是？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亲戚。啊，我这个红包里面多少钱？哎呀，怎么样？这样，对不对？每个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我问你啊，你钱多了，你会在意那红包多少钱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就是钱少了才觉得要去捞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你把这个整个道理想通了，人生真的是一场戏，是不是？如果你那么在意，而且还不能够保证谁对你好，谁对你不好，那不如自己就先有能力吧，是不是？你对人家好，你根本不求人家对你好不好，你就不用那天天有一种包袱，